昨晚睡在了相亲对象家。哎，你怎么醒这么早啊？呀，你醒的也挺早啊。嗯，昨天晚上真不好意思，你这腰没事吧？嗯，没事吧，张棒？我的腰差点就被他踹折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那就行。那你先去洗漱吧，我去弄早餐。啊，好好好。这东西怎么都一对一对的？不是，咋的了？有虫子。虫子？对，在菜叶上。 不是，那你要做什么呀？不要做了吧。那要不我来做吧啊？那你去吧，别让虫子跑出来。我就客气一下，他咋还当真了？吃吧。啊，没想到你还会做饭。那个问着问题啊。啊，你问呗。你是单身吗？对啊，不然我怎么会去给你相亲呀？那你家这布置，这大喜字儿，这一对儿一对儿的。 啊，我妈催婚，想让我天天看一看，往心里去去，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你接下来打算住哪儿？啊，我一会儿就出去租房子，晚上我就能搬出去。嗯，其实你也可以住这儿，然后房租你随便给一点就行。这不太好吧？嗯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你看这墙都是钢补的。不是，这墙怎么回事啊？进屋说吧。 哎，你看到了吧？啊，这门怎么回事啊？前两天晚上有一个喝多的人来敲我家的门，啊，然后我没敢给开，他就一直敲门砸墙，把我都已经吓坏了。不是，那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我叫完了物业以后，他都已经跑了。我现在晚上不太敢一个人在家了。这，如果你觉得睡在沙发委屈你了，你可以睡在卧室。啊，然后我睡在沙发可以吗？哦，我要答应他们。